我无啥物耐心，你上好是即摆都紧签签的。这个人真正是无良心的，阮爸甲你结婚，从来毋捌亏待你。伊对你啊遮尔啊好，遮尔啊忍耐，你是安尼对待伊的？我甲恁爸爸是相欠者，就算讲我欠命较济，那我后生这嫌命就好啊。非得你今仔日就是爱甲遐意思签好势，除非。 唐队长，唐队长，阿弟，我安怎嘛？好，我马上找你去。啊！啊！
这么多人在的，当所长还没当走，要怎么做才能让当所长安全离开？珊珊，啊，你是安怎啦？那是甚物甲我讲，你唔肯保重，阁要甲婚礼取消？你莫甲我管啦！我哪会当莫管啦？即马当处长无伫个，我当然甲你照顾啊！阿三，跟我讲啦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嗯？敢是因为永辉？还是你感觉跟我结婚就委屈嘞？当然不是啊。你是因为啥？好啦好啦好啦，你若无想要讲哦，我袂逼你。不过你爱记得，这场婚礼是为着董事长，为着天成集团，所以不管安怎，拢袂当取消哦。虽然哦，我袂当让你幸福，不过我保证，我今仔日绝对让你做上水的新娘啊！哦，来，我替你包装，谢谢哦。是嘞啦，你是咧讲啥？你哪会跟我回实嘞？啊，咱不是讲好啊，这场婚礼是咱的约束啊。你替我完成阮爸妈看到我娶某生囝的画面，啊，我替你甲天成集团啊，佮有董事长保护掉啊，对无？天成集团今麦保袂掉啊！我敢若希望阮爸爸会当平安无代志。什么意思啊？敢讲你真正签一张放弃继承同意书啊？哎呦，你哪会这糊涂啦？我甲明辉毋是拢甲你讲过啊，迄张树英是说一套做一套呢。你若是莫签哦，咱至少还阁有条件会当甲张树英谈判。啊，你若是签落，啊万一张树英若是甲董事长杀人灭口，是要安怎啦？啊，哎呦，我是讲万一我有白讲话，实的啦。珊珊，董事长绝对无代志的，吼！都怪我啦，我想要烦恼伊啊！我两阵讲，我签了了，董事长就无法看阮爸，想怎样？好啦好啦，董事长吉人天下，一定平安无代志的，吼！啊对啦，永辉不是伫咧找董事长，无咧较有好消息，咱紧卡给伊好不好？啊！我已经卡足侪通电话给伊，伊拢无接。我留的给伊，伊嘛无回啊！我真正就烦恼哎。好啦，卖烦恼，卖烦恼。啊，明辉有甲我讲，伊有找人甲永辉斗相共啊，一定有好消息嘞。是啥？敢真实会当斗相共？当然嘞，咱一定爱有信心，好不好？咱就甲这出戏演好，演了上好的，绝对卖让张淑英起疑心，好不好？无代志的啦，吼。呀，我替你保重。我开钱是爱恁共我天生过好，恁若是吼皮毛白甲硬的，到时呢出什么问题吼，是绝对摕无着钱的。欧巴。